张姐，这车不错啊。哦，不过我觉得还差点意思。我跟你讲，跑车一定要配很鲜艳的颜色，就比如刚才那车，要是彩泥这种绿色，肯定能更好看。嗯，那也太丑了吧？正常人谁会买绿色的车呀？哎，那天不是说想坐阿巴上兜风吗？我跟你讲，机会来了，你等着。要不然打两根儿，我要是输了的话，我给你当车模，穿什么衣服你指定。但是你要是输了的话，答应我一件事。可以啊，痛快。赵小姐，你加油啊，我搁一边歇着去了。行，我们 PK 一把花式吧，让白球从七和王中间传过去。那就试试呗。来吧。第三次喽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到我的了，好戏开场了。可以啊。怎么了？说吧，想让我干嘛？听说你喜欢看 JK。嗯，你想什么呢？